安全章，你在干嘛？哦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前几天呢去沙漠挖到了这个，他们在里面被抚养长大的，有没有很酷？对，哎，那这几只恐龙是活的吗？是啊，他们只是现在在睡觉而已。等一下，我们就先把这些恐龙挖出来吧，拿出来吧。他们可是很乖的哦。那还有吗？还有啊，这是前几天我们在上面看到了一个很硬的石头，里面好像有东西一样，所以我们就透过了挖掘家的 X 光，发现里面有恐龙，而且是活的，不会长大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它拿回来养啦。有没有很酷？哇，为什么用箱子装啊？哦，这个啊，只是石头，我们等一下用工具把它挖出来咯。哇，把这个恐龙救出来是吗？对。好，我们 baby 就待在里面咯。这怎么救？我们看看好了。变身。你来，这个怎么一直找不到？对呀、啊，恐龙蛋好奇怪，你的桌子毁了。这个恐龙蛋怎么锁得那么紧？先把这恐龙蛋好饿，先把这恐龙蛋挖得那么紧啊，对不对？一定是小偷偷的。我的打开了，哇，谢谢你，好，来，你拿出来哦，来，我拿出来，三二一，拉，再拉，哇，这是什么？爱冒险探知的史蒂夫博士遇见远古宠物宝贝雷克斯小暴龙，寻找隐秘的山谷秘境，分享刺激的古生物发现。想看的按赞，看。我挖战龙。好，那我按战龙。你真是淑女呢。好。OK， 这是我的霸王龙，酷不酷？先看妈妈回来了，要吃午餐了。哎，妈妈回来是买完菜了。好，继续。好，那我们去旁边吧，和好吧。我们都有尖利的尾巴可以战斗，然后有尖利的牙齿，然后呢也有尖利的耳朵。你的背也很刺哦。今天的 one point， 等一下又会打不开了。今天的眼睛，给你看。这个就是妹妹刚才帮我打开。里面没东西。等一下。这是工具。这是纸。纸。这可能是说明书，所以我们要清楚的读一下。你要绿色还是黄色？我要黄色。好，那我要绿色。黄色，我家里有个手机，它名字叫水里哦，它就跟这一样的颜色。iPhone 配啊。你这到底怎么开啊？你在尿尿啊？有意思啊。这个是大富翁哦，这个是超大的大富翁。骰子。这个怎么打不开啊？好，等一下。好，马上帮可爱的猫咪开喽。这
接下来你自己看。谢谢。不要碰到我猫咪这杯的嘴巴哦。牛蛙快拿，我都喊牛蛙喊。打开，打开。都怎么都是甜？都是你呐，都是你呐，都是你呐。有没有刷子啊？我去拿刷子。你先来敲给大家看。这好难敲哎、欸，大家。以后玩的时候你要大力一点哦，知道吗？再大力一点。嗯，啊，没办法，大家以后拿的时候需要用这个才好用哦。这个一根刺只能把碎碎挖掉啊。大家，对了，刚才想看漫画可以按暂停。来喽。你来啦！这个需要粉，需要刷子的时候可以把粉刷走。你要刷啊！哦，又被你抢走。都去那里！我挖到了，我挖到了！哇！哇，你果然是大龙王姐姐呢！对啊，我可以侦测哪里有哦。你怎么短头发？那你穿的又不是女生啊？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？女生啊。哦，可以去看个医生吗？你的身体有点像男生哦。哦，去看个医生啊。不用看医生吧？你看这个，我猜测是恐龙的身体。这个应该是你的。画出来了。这猜测是一个三角龙哦。甲龙，这是我的喽。应该是剑龙吧。剑龙就是我的。你只要大力敲，来，先咚咚咚咚，把它锤出一个洞。这一直敲那里了。爸，给我刷子。恐龙挖掘家。嗯。你可以改变一下声音吗？去我那边啦。你就往前拨。姐姐，你的声音可以变女生点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我声音太像男生了。对啊，你刚才是不是学男生啊？我的裤子都脏了。有烟，有烟。哇，你挖的也太快了吧！我先把。哇，看到了！你是爸爸妈妈都在沙发那里看电视。里面说不定你用这个比较好，用这个比较好弄，因为这个随便弄一弄就有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在这里钻一个洞啊，然后就用那个洞一直往旁边吹，其实这样很好挖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好玩哦！来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那我猜测恐龙头应该就在这里。我猜恐龙头应该在这里。看这里呀、啊，猜测。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，你先起来，把粉刷走。嗯，恐龙头在这是没错的。我以前也有去上过科学的学校啊，那我在挖坑洞吗？挖到什么时候？我在挖屎吧。我已经挖到第二个了，
剑齿虎的好不好？我把它拿出来先用。哦，好。那一人一组。一人一组。然后这是那个。哦，妹妹。好，你看，这给妹妹。哇哇哇！这是挖出一块块的，应该很难带。我帮你拍照。好笑啊！看一下空气清新剂的毒素哦，多少？15呢？现在空气有点糟了。鼻子那里要捏紧。宝宝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收起来会比较简单。嗯，这样就可以变成一个沙坑吗？对，像他们正在里面玩就好了。也可以啊。哎，喇叭叔也可以啊。堂哥，不对，大哥，你想要最后挖吗？我要最后挖。不行啊，你最后挖。你可以先把比较上面的弄起来就行了。这不就上面？这才是最上面的，先把它挖。哇，新诞生了！这个是剑龙。爸爸，嗯，挖出一个嘞！剑龙，这是我挖的。你看这里的那个，我对恐龙很有知识的。好。我最大力气把它咚，然后掉到地上捡起。爸爸，我挖出第二个了。好，这个是不知道龙。好，好，小狐休息了，妹妹去洗手。我是表姐。出来。很担心他，他很担心。妈妈安心出来了，妈妈，爸爸，恐龙有烟光，有了。等我姐姐啊，出来了。哇，爸爸他们洗澡。顺便姐订阅我们的小姐姐，拜拜拜拜拜拜。